股市投资最大的魅力在于，不论出身、贵贱、学历、持人操盘功力，你也可以白手起家。股市就像一座庞大的金矿场，吸引着众多投资者。在这个金矿场中，无论你的出身背景、学历高低、贵贱贫富如何，最终决定你在这场投资游戏中能否成功的是你的操盘功力。只要你使用正确的方法操盘，你就有机会从零开始，用自己的实力致富。这也正是股市投资最迷人的地方。在股市里，强调的是实力，正确的操盘方法才是闯荡股市的关键。透过扎实的投资知识、冷静的市场分析和果断的决策，投资者可以在这场看似复杂的金融游戏中脱颖而出。因此，这是一个不受社会地位限制的竞技场。只要你有实力，你就能在这个公平的竞技场上实现梦想。无论你的起点如何，你都有机会成为股市的赢家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，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